好多、哦，谢谢大家，让我休息一个三秒，好紧张。平，胜，平，胜，这是胜利比较多就可以直接竞选吧，是不是？还是次数啊，胜，平，负，胜，平，胜，平，负，平。做这件事会做到想睡，因为你们这样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。重复性很高的事会是想睡，大家有没有被我催眠？肾，我觉得大家快被我催眠了。负，平，其实蛮好玩的啦。平，肾，负，肾。剪刀石头布，好开心哦！第一次开播就160，还有吧，谢谢大家哦。次数比较多的可以，所以跟胜负没关，就是次数比较多，直接保送选拔的意思。了解，那大家一起加油吧！冲到第一次，次数较多，但要比很久。谢谢大家。还有，好，我开两个。负，哈哈，都是负的，怎么会？谢谢大家送我很多个剪刀石头布。对，我按完了哟。你胜率低于1/3，保送听障位还要看抽签率，保送抽折到时候就没猜拳出场的机会了。啊，不到30%。所以就说我猜拳很烂，怎么会？我要多多扶老太太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我胜率这么烂啊？唉，只能说好事还做得不够多。这个真的是运气耶，我们只能靠次数来取胜。我们运气不好，靠次数取胜。其实大概都30%，所以次数多胜率高，真的耶。决定靠次数，我们就是靠次数取胜。喵。但我平常猜拳率就没有很好，所以要靠次数取胜了，加油大家！好啦，今天直播差不多啦。指定演绎位猜拳女王，世界上的猜拳只有我可以赢你整输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猜拳女王，全世界的猜拳只有我可以赢，你只能输。